齐安武周典开幕典礼剪彩。首先进行剪彩仪式，请彩带组就位。我们代位的服务小姐也请就位。好，我们立法委员高志堂高立委到现场。首先我们邀请副总统吴敦义先生担任剪彩贵宾，掌声来欢迎。永嘉副总统剪彩官，同时请我们吴英公，我们张主委赵赵主委就坐坐。向我们一天宫的张主委、赵主委请就位。现在我们邀请新北市议长陈信进陈议长，恭请我们陈议长请就位。继续邀请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朱市长，恭请我们朱立伦市长请就位。邀请本宫住持李福慈李住持，恭请李住持请就位。接着邀请我们立法委员高志鹏高委员，恭请高立委请就位。接着欢迎台湾寺庙青年会王真龙王会长，恭请我们金兰会王真龙王会长请就位。继续欢迎我们草湖玉尊宫主要委员李炳南李主委，永嘉南的教授李炳南教授请就位。继续欢迎我们新北市道教会高理事长天文高理事长邀请李主调高天文李主调加九位。接着邀请我们台湾道教总会理事长谢龙寿谢理事长，永嘉下里属调加九位。接着邀请新北市民政局局长江俊平江局长，永嘉江局长请就位。同时我们也请我们赵主委张主委陪同我们贵宾下去休息，谢谢。请我们彩带组回位，谢谢。来，工作人员把这个讲台拿完。工作人员
非常感谢各界贵宾，大家共享盛举，参与到咱三中二天宫近新年社运提案五条圆桌大典。首先，咱要来请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赵庆宏先生来致欢迎词，请在座各位贵宾热烈掌声欢迎赵庆宏主委。
二八啊，才到今年七十岁啊，可能过七十岁就才到啦，讲快紧啦，有诶唔敢讲，我拢会讲，伊过十四十九年啦吼，但是我知啊，唔知点了是唔知了，咱头下拜拜啊，都交代国宝迄个李老师哦，伊讲诶，你当时安做，我甲讲安做啦，安做即阵天师啦，第二。哎，我可能要甲你去庙拜，你就有感觉。阿妈做会呢，感觉就看会着，因为我无讲，我只直接，我那年我咧哪人介绍，有实在嘛唔知啊。这要做第二，甲你看，后下我搁可能。真好，阮这个主秘书是伫啊，会叫人看着，妈做请来的，要见面的。啊，阮这哦，建筑甲伊请人，拢是拢讲，拢是这。拢要去插啊！这气庙、佛庙，有遮人拜一句，大家身体健康。包括咱第二张、李张还袂做，还是拜妈祖拜一句。李局长哦，伊哩不无高兴啦。拜伊个拜个妈祖，伊头一只两只哦。一我院长人家有去个庙来个看，一两支干净净，两支大支叫无去，伊讲要支了较无个，哦，伊会收得了。啊！我比我个阿姨讲，伊人口大啊，就是咧，去故宫阿袂来伊口口大。哦，即个连长讲啊，讲了解。今日我无介绍讲啊，伊咧用个乱台边啊，确实马祖会灵，阿蛮可能啊，阿蛮咧心阿咧钱。你若阿无我配合，阿咧接济伊，伊会我伊袂袂讲话，伊会用连长甲你讲话安尼尔吼。这是第二点哦，吼。第三点报告，阮二娘付出社会介绍。帮忙遮上善钱，遮山中地区的遮人，三岁时阵啊，我咯，遮是交袂一寡转账一寡佣金，等下李老师，你有看到啊？都爱国宝级的，李教授，伊我来加真济个，伊比如我这唔捌的，会画袂画的，我来加真济哦，三岁严重，伊反赶紧转进来，国佣金转账。我来电黑江，哦，我那个王会长是啊，哦，周会长哦，我那电黑江，伊个七十九号传真好人，伊讲这个杀出来哦，天地要出发，出发啦，我今日主题啦，我今日我今日办啦，北京无，我搁出办我来发工，开两百万，全部在重点是咱的记者的亲家的支持哦，办的不哩成功，我做。拄我有家的事啊，家伊讲，我才来接受这时间。迄啰，算讲救灵水，去救一趟转来，我讲关键时间是百外趟去，拢来接。迄灵水接落去吼，拄我讲的才外趟，去迄啰救，迄边啊大块一桶水，我们只有现在来接。火灵少咧，讲无去啊，歹势，那我唔知，因迄桶水拢走趟来个，啥物事，你当水个。啊！你阿生知道，继续滔滔包啊！但是我只傻子，我在和平边的营养来才能保家。我问这个李局长有问题，真的是不平安。我妈做做法会低刷的变个，我咪也下地讲，我讲个几下。哦，所以妈做今天小李就是这意思。我哩看了五条，成就做就福就收一招啦。好，这个小李。你小路都丢啦，被你妈都搞拢小路，你看到欠钱的，下地啊，哦，都小路，哦，这我今天唔知，反正这尔伟大的妈祖国有诶主力，有诶人力，本疆义工几千人啊，我话义工这拢开义工诶，啊，义祖爱妈祖后面做推广，家庭平安，哦，我咧，啊，各个省代志都伊咧，简单诶结束啦，啊，输啊，哦，那过了去。过迄啰，较详细啦，是话这个讲吼，啊，我这就简单把各位介绍吼，啊，从今日起来，佫做些啥物代志，等下你啊过来来坐吼，啊，以上感谢各位啦吼，那么祝今日的所有贵宾吼，所有贵宾请做官的家人步步高升啦，哦，我祝今日步步高升啦吼，啊，心想事成啦，哦，心想事成哦，啊，迄啰，一切平安。顺利，哦，啊，感谢各位，啊，那嘛，感谢咱，哎，咱这路，哎，咱第一点我助理我就对呀，哎，黄英华，你有来无？我咱这路，当过只，
因为十二年前做，今嘛都蛮好个，就也着好了，哎，也着新嘞。这警察个拢较较袂个，一个人去处理。啊，恁遐你上面做来了，无看人。而且那个庙参观这，拢个跟倒三工去在抓住，啊，积极配合。以前两个广告配合两摆，下落持久，啊，你即嘛着主酒。十二年啊，吼、哦，就爱写文，因为小弟三个妈祖，我已经发愿安尼，我钱唔是去讲摕三百五百，我嘛摕两百三百千外来，我拄只钱你着我处理，我今后我要尽量个处理，多只电话开袂少吼。啊，以上啊，小弟也买讲收济吼，啊，感谢讲的，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大利平安吼，啊，一切顺利，感谢讲，多谢谢谢。非常感谢那个赵竹伟，谢谢。今仔日咱二天宫啊办这个五雕的成就，是咱新北市的大代志。咱新北市的大家长朱立仁市长特别的非常欢迎我们来自台湾，我们全省各地大家好朋友共同来到咱三点播，咱二天宫来给咱共襄盛举。恭请我们朱市长来给咱致辞，掌声欢迎。咱大家敬重咱副总统，啊，咱赵主委、张主委、咱议长，啊，赵立伟，啊，咱诶主席，啊，甲王会长哈，啊，甲贾理事长，咱葛理事长，所有咱各乡各地所有诶好朋友，咱新北市咱市议员，啊，搁在地所有里长好朋友，所有委员，大家早安，大家好。今仔日咱新北市上重要，咱三零八上重要的信用中心，咱的二天宫今仔做就，会当讲祈求咱所有的全民拢平安顺遂，咱社运就是希望讲，马祖婆会当保佑咱全民拢会当平安顺遂，咱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希望讲今日完就再见，开幕以后拢会当非常顺遂。相重要，咱国家经济爱大发展，伫大家共同拍拼之下，台湾会当大进步。再一次感恩，多谢，谢谢。非常感谢咱市长来甲咱做的安尼啊简洁的咱那个致辞。接着，那么来恭请咱新北市的议会议长范信进。啊，班议长来给咱地主边的掌声欢迎。啊，我总统，主席长，啊，就为咱做球，嗯，处理委员，嗯，中处理委员，嗯，议庭长，关于委员会。啊，咱赵主委，啊，李前主委，咱各位几位前主委了吼，啊，咱啊，这个高立伟，啊，咱各位理事长，啊，各位代表，啊，杨副处长，啊，今日啊，啊，会使讲是三中市啊，一个盛事了吼，大代志，啊，就是咱啊，这个二天宫所来举办，啊，这个叫做感恩，啊，这个叫做五条。所以做这酒哦，也是咱地方哦，大家团结哦，啊，三年做一摆，五年做一摆，拢会先做。但这回啊，吼，咱拄个赵主委也讲，伊非常的重视。啊，十二年来呢，啊，这回啊，种感恩啊，咱啊，这条做马祖婆呢，吼，啊，这条做非常重要啊，庇佑着咱。也是全体在三中市啊，大家好徛起，也、啊、这个好参加啊，这个都大家拢家庭平安，所以这回呢，啊，咱再次啊来做这个都福寿，啊，当也、啊、这个希望啊，咱国泰民安，也、啊、这个风调雨顺啊，都叫咱主持人所提的，伊讲咱个的经济也赶紧也来，也、啊、这个做。会好安尼吼，啊，因为这是不是咱台湾所造成，这是全世界大家拢非常了解。澳洲的这个债务，甲就无人解决。美国呢，
也系这个叫做诶，这个经济，也系这个衰退，也系这个复苏跟复苏呢吼，也非常的这个缓慢。所以呢，咱台湾一个啊，这个、海岛型的经济，小可受到世界，也系这个有金融，也系这个叫做风吹草动啊，台湾呢，也系这个避免不了吼。所以这回啊，咱联啊，大家真团结。啊，不管咱里长也好，咱是在咱地方各界属性的，或者是咱只这个这个叫做生意人嘞，大家一当拢也团结一致。啊，相信嘞，咱这个这几天来，从今天哩开播了，这几天来有一连串这个叫做活动，希望嘞大家有时间，这个叫做请咱这楼顶吼，叫楼卡吼，阿父啊，叫阿爸。啊，大家咧常常啊来参悟，诶，咱宜宾中啊，这个大事体，这个幸福啊呢，啊，就也感恩啊，咱各位大家来这全力支持，再次咧庆祝啊，咱这回也这个五条感恩啊，这个福寿啊，能顺利啊，这个都圆满成功。感谢各位，多谢，谢谢，非常感谢陈宜宾，谢谢。接着我来恭请。副总统吴敦义先生来给他支持，掌声欢迎。赵主委，张主委，两边变旧领人的啦，你还用这？朱市长、陈议长、高立法委员，我看到陈议员、李议员，还有李翁月娥的主任，咱都告解，非常的各位尊敬的，甚至吼，被称为国宝的李炳南兄。你咧专人对宜兰来，啊嘛对台南来，咱王总会长，啊对高雄天公啊，咱个靠注意吼，也个新北市也好，哦，也个台里吼，福兴宫林秀文林董事长，啊咱个新北吼，不但市个民政局长到位。不然本区的区长也到，道教会理事长也到位，可以讲今仔日对台湾各所在共同来庆祝的有真多，这也说明讲咱这间宜天宫吼，确实香火鼎盛，啊，原来是神威显现啦吼，啊，若无保障，无法度对理事长，啊，来一声叫起来做个宜天宫。你就敢给我们报告姐来。但是今天这个用的最好的这个停车场让赵主委跟张主委很放心，主要是因为新北市有大力的支持，所以朱市长不只是对于地方的建设全力贯彻认真推动，让新北市未来更为大展宏图，而且重视信仰对地方的贡献，多方协助，指定听到我们拍拍拍者来。当然今天是可以有这款的显示哈，这对民国47年，咱的赵主委有真心的拼哈，所以你是赵德柱的主委，但是你福地主委哈，福地先生，你对。真早吼，53年，我那就开始拼一度足大啊！吼、哦，你专工带着地方的信使去嘉义，吼、哦，嘉义东石乡的江头宫，赢这阵妈祖尊神，带来咱三重埔。所以我民国60几年，伫台北市做议员，迄阵我就知影讲三重埔这间宜天宫啊。是天上圣母
妈祖国的非常重要的这个所在地庇佑地方啊。这多年来经由几次的翻修啊，69年开始做真大的兴建，到89年才个完成，真正把一间非常重要的庙宇三重的信仰中心兴建的非常美轮美奂，而且非常庄严。所以对于89年到这阵都12年了，所以来举行五雕欢笑的大典啦，吼！今日开幕，就是讲各地好朋友、贵宾拢集中伫遮，包括真济各所在信仰妈祖也好，其他尊神的也好，都知影讲这是咱二天宫的一大盛事。所以我相信，这不但是信仰的中心，而且伫91地震的时，一声就出500万来帮助91地震的救灾甲重建。啊，因为91地震，我的故乡南投县都受伤上大，所以今日南投县的足侪乡亲，包括总会陈副总会长、陈理事长，带真侪乡亲拢来参加，即我也一份感恩的心情在内。所以我毋盲讲，咱二天宫就像平时安尼共款，吼。平时做奖学金、做文化艺术的活动，包括书法各种的比赛，尤其来到元宵节吼，咱遮拢有伫举花灯啦吼。所以二天宫不但是宗教信仰的中心，也是文化艺术的中心。所以今仔日为着庆祝五条元宵，老天大放光，所以阳光普照，就希望像刚才朱市长、陈里长，还有赵主委，你们几位所说的，希望雨过天晴啊！哈，我记得3年多前，我参朱立伦市长，迄阵你做行政院副院长，阮两个正副院长就职的时，因为满天乌云啦，哦，各位回顾者，我觉得你回顾者就知，迄阵啊，当然美国啊，哈，迄个华尔街。一对兄弟啊，歹兄弟嘛吼，雷曼吼，这歹兄弟，全世界安尼规个强强，拢甲强要倒。美国一天倒3间银行，但是都只要总统、行政院的决策正确。你看迄阵啊，老院长宣布全部银行的存款专业保障，所以奠定真好的基础。咱后来。台湾无甲一间银行倒，而且我很晚防疫也成功，经济复苏，八八重建顺利圆满。这只要就是讲人有心，有坚定的信仰，信仰咱台湾绝对是有条件，信仰咱台湾的人民是无脑筋，但信仰家己会团结做伙，安尼也着神也着人，人打拼神庇佑。所以3年后，你来看，迄阵的。雾鬼天青啊，阳光普照。我相信今仔日咱碰到内外的考验，因为是真艰难。但是都像拄则讲的，只要咱团结一致，对台湾有信心，对家己有信心，咱就自然会雨过天晴。所以最后，我要用恁两个人的名吼，小英姐啦吼，借你们的名头，而不是借用人头，没有关系啊。庆贺两字，我要安尼讲吼。庆祝元宵，福慧双修，安尼好唔好？庆祝元宵，福慧双修，因为也着福，也着地运，吼，所以福慧。啊，姻缘先生，我也要用你吼。后壁迄两字，风调雨顺，姻缘平安。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非常感谢咱副总统来给咱定数。啊，副总统，因为还佫有别个天庭爱看，啊，真感谢咱副总统百忙之中啊，特别拨空来到咱雨天宫，咱大家恭送我们副总统。啊，副总统要佫看后一个天庭，啊，再次感谢，再次感谢，那么恭祝咱副总统正功慷慨。
啊，步步高升哦！啊，一只感谢副总统的莅临，予阮今仔日的开幕典礼，予阮安尼光彩无比，谢谢，再次感谢。是现场的好朋友也以热烈的掌声来谢谢我们副总统，谢谢工作副总统，谢谢。咱其他贵宾，咱个就坐啊，咱个就坐，咱得继续，我们典礼继续。好，继续我们补充介绍贵宾，欢迎新中国国民党新北市党部谢副主委，掌声欢迎。好，贵宾那个请坐，我们再请坐哈，介绍介绍，来我们请坐，我们大会继续。来，咱过来，大家坐下来哈。咱很多的贵宾来到现场，我们继续，我们来邀请大家，请各位注重，咱大家去坐下来，去坐下来好不好？